重新执政后，我首先要以总统的身份代表整个政府向全体原住民族正式道歉。8月1号原住民族日，总统蔡英文兑现承诺，原住民族电视台将完整播出总统蔡英文如何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原住民族社会又如何面对总统道歉之后实质作为。8月1号请锁定原视16台。